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旭。我们 UCAR 呢最近发动了一份 U 指数问卷，就是有关于国内的中型 SUV 能否兼顾先进主动安全辅助以及四驱系统功能这样一份问卷，那获得了728位网友的热烈回复。那其中有一题呢，我们问到说国内具有四驱系统 的这个中型 SUV 品牌当中，哪一个品牌呢最适合进行露营还有户外休闲活动所使用。这当中呢，这一题呢，Subaru 品牌获得了高达 25% 的这个指名度，拔得头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 Subaru 最为主力的中型 SUV Forester。 那它在近期呢也推出了2021年式的这个车型，车系调整为 112.8万 2.0L iSight 以及 122.8万 2.0IS iSight 双车型编程，那甚至呢还加入了 Driver Monitoring System 这项科技，那这也是我们这次试驾的重点。那从 U 指数的问卷结果来看呢，有高达70%的网友认为这个包含驾驶疲劳侦测以及专注力侦测的警示的系统，要兼顾这两大功能的系统相当的重要。 Subaru 的这个第五代 Forester 呢，它其实在海外市场当初发表的时候就提供这样的 DMS 系统，那国内市场则是在2021年式的时候正式追加。那这套系统呢，它最主要是透过 6.3 寸资讯幕上缘的这个红外线 LED 以及摄影机，针对驾驶人的脸部以及眼球进行一个侦测。它有提供三大功能，包含驾驶疲劳警示的侦测，以及专注力侦测的警示，以及所谓的个人化脸部智慧辨识的功能。那在专注力侦测的部分呢，它最主要是侦测驾驶人的双眼有没有专注的注视的车辆前方。那如果驾驶人的那个专注力偏移前方的话呢，它就会透过仪表板以及资讯幕的提示做一个提醒。那甚至呢，它还会借由 iSight 的侦测系统发现如果前方有前车的话，它会加快这个警示以及侦测频率，让整体的行车安全更为保障。那在驾驶疲劳侦测部分呢，它最主要是侦测驾驶人的这个眼皮的闭眼的频率，如果这个闭眼的频率接近到轻度的疲劳驾驶的时候呢，它会透过仪表板进行一个提醒。那如果是重度疲劳驾驶的话呢，它会透过 6.3 寸萤幕同步提醒，那甚至呢还会发出警示声。那第三项功能呢，就是我们现在静态来实测的个人化智慧脸部辨识的功能。那这个功能要怎么做设定呢？它其实最主要就是透过现在我把这个中央资讯幕画面调整到音符按钮，选择画面，然后进去，选择进来之后，我们选择第二项 Driver Monitor System， 那我们就来注册使用者。好，我们选择第一个，那我叫 Aaron， 那我先注册他。好，然后他说，因为我刚刚之前有设定过一遍，他说我要不要重新设定？好，我先重新设定一次。那他来到这个画面之后呢，我就来进行一些调整，比方说我可以调整一下我的座椅的这个前后以及倾角，那甚至包含后照镜的高低角度，那甚至是空调的温度。好，比方说我现在设 19.5 度。好，包含这个座椅以及后视镜甚至空调的功能，我设定好我想要的温度然后相关的设定之后呢，我就按下 Set。好，那他就记住我这些设定，然后现在我只要看着前方，他就完成了我的眼球的辨识，然后他现在就注册好了，然后我选择，因为我的名字叫 Aaron， 我已经刚打好了，就直接好按 Set， 设定完毕之后呢，他就可以把刚刚我所要的这个空调以及座椅甚至后视镜的角度都记忆完成了。那他这套系统呢，他最多可以记忆达五组的驾驶者，就等于说有五组的驾驶者坐到驾驶座之后，他只要一上车，他马上就会透过这个摄影机进行侦测，然后侦测到是，比方说我叫 Aaron， 那另外一位同事叫 Jimmy， 那分别上车之后呢，他就马上进行一个自动调整，这个是我觉得让人认为是相当智慧、一些相当方便的一个功能。那 Forester 它其实兼顾了包含后座的空间、车内的空间以及后行李箱的容积。可以看到其实它在我的后座的部分呢，我178公分的成人坐在后座，我的膝部空间依旧有两个拳头甚至接近三个拳头的一个水准。那它的后排的椅背呢，也可以轻松的进行三段椅背倾角调整，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相当舒适的坐姿。
那甚至呢，它的后车门的开启角度也接近90度，所以相当适合好爸爸、好妈妈在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的时候，相当便利的进出以及安装。那甚至呢，小朋友也可以轻易的从后排做一个进出。那在后行李箱容积的部分呢，它高达520公升，相当足夠露营来做使用。那它甚至呢，还有包含它的电动尾门，也都可以相当便利的置放你的露营的用品。那在车顶的部分呢，它也安置的标配的车顶置物架，可以让你在进行另外想要比方说车顶置物箱的扩充的时候更为方便。Forester 呢，它本身就具备了水平对卧的这个2.0升四缸引擎，以及 SAWD 的对称式四轮驱动系统。那再加上它本身就具有 SGP 的这个高刚性的底盘，所以它除了提供稳如泰山的这样的行车感受之外呢，它在整体的安全防护性上面也获得了国际上的一些肯定，包含像美国 IIHSS 的这个2020年的 Top Safety Pick Plus 这样的一个殊荣，以及在 Euro NCAP 也获得五星安全的肯定。那 Forester 它其实除了这样的被动安全基础之外呢，它其实也具备了这个 iSight 主动安全科技。那它的 iSight 主动安全科技的包含了 ACC 主动车距跟车巡航，以及这个 PCB 预防碰撞自动刹车系统等等七项的科技。那在 U 指数的问卷当中呢，网友们觉得最需要的这个主动安全科技呢，就是 PCB 这个预防碰撞自动刹车系统，再来呢则是 ACC 主动车距巡航。那它的PCB 预防碰撞自动刹车系统呢，其实它主要透过车前的这个双摄影机去进行一个侦测，那它最远呢可以侦测到车前的110公尺，那它包含车辆以及行人、自行车、摩托车，甚至是前方车辆的刹车灯，它都可以进行一个侦测，所以它整体在侦测性能跟效能上呢算是相当出色，而且安全防护上也是足够的。那另外呢，它的ACC 系统呢则是支援了全速域的 Stop and Go， 那你可以去让它的车距在四个车距进行调整，你可以调整四段。那另外呢，它的 ACC 的加速以及减速呢，你可以还可以特别进仪表板自行设定它的线性程度，你可以调整比较舒适或比较线性，或者是比较动感一点，就是你的加减速会比较积极一点。那这个都是它 iSight 系统里面相当出色的一个配置。它还有一个 RAB 后方自动刹车系统，就可以避免到说，比方说你的车后面有小朋友啊，或者一些小的障碍物，那倒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注意，那它也可以能够在低速时帮你自动刹车，进一步降低意外。那除了方便露营、户外活动这样的一个空间机能之外呢 ，Subaru 的 Forester 呢，它还具备了 SAWD 对称式四轮驱动系统。那这个对称式四轮驱动系统呢，它还同样标配了 HDC 的陡坡缓降，以及所谓的双模式的 X Mode 越野脱困模式。那这个双模式的越野脱困模式 X Mode 呢，它有包含 Snow Dirt， 稍微对应比较积雪啊，或者是泥土泥泞地的这个路面的一个轻度的模式。那在如果你碰到更严峻的路况的时候，你可以用 Deep Snow Mud， 它这个模式呢，它就可以对应深积雪以及更为泥泞的路况，更为深度的这种越野路况，它会关闭一段循迹，然后让你的轮胎去更容易去脱困。那我们刚刚在水牛坑那边呢，也先稍微实测了一下所谓的它这个 snow dirt 模式。那其实它在这个水牛坑的泥土地的路面上，其实都相当的游刃有余。如果说稍微像一些比较地形上的起伏变化的话，它整体的车身的那个进入角、离去角啊，甚至是离地高，都可以让它轻松的去做对应。那我们现在来在这边的沙地来进行这个 Deep Snow Mud 这个模式的显示。那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中央资讯幕呢，会显示车身的左右的这个倾角以及前后的这个俯角跟仰角，还有一些度数可以显示。然后它现在也开启了所谓的这个陡坡缓降系统，并且呢把它的循迹关闭一段。那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看稍微一个缓降坡的路面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感觉到说，如果我的刹车放开来的时候，它的这个 HDC 陡坡缓降系统确实是帮我去控制住了整个包含像是刹车的那个控制。好，我现在稍微冲一下沙坡， OK， 可以看到它其实在这样的路况上是
相当游刃有余的。好，那我们现在稍微再深一点点的沙丘来试试看哦。好，我 OK， 哇，我们绕上面一点看看。哦 ，OK， 好，哇，这样绕下来。那其实，在越野的时候，当然我们这是一般的这个中型 SUV， 但它具备了全时四轮驱动系统，所以让你有更多的余裕去面对这样不同路况。那像刚刚沙整个沙丘缓降下来的时候呢 ，HDC 也帮助到我很多，那甚至可以帮我去做减速的动作。那教大家，其实，在越野的时候呢，尽量让你的双手不要太多的交叉，而是这样子去送方向盘，然后你可以比较去轻松的去控制车辆，但是呢，又不会被方向盘反打的时候去打到手。那可以看到，其实真的 Forester 在这样的地形对应能力上呢，算是相当出色。那它的循迹关闭一段之后，整体的滑动感其实是非常有乐趣的。总结来说，以户外休闲活动以及露营活动的角度来看呢 ，Forester 表现相当称职。它采用了 SGB 底盘，然后标配 SAWC 四驱系统，带来相当舒适性以及多元的地形通过性。那车内外的空间运用呢，也相当灵活。那在安全与及 ADAS 主动驾驶辅助的部分呢，也相当丰富。那新年式呢，更追加了 DNS 系统，让安全守护更加全面，是大家在购买中型 SUV 时呢不可忽视的一大优势。那我个人认为呢，它也是相当适合进行露营啊以及户外休闲活动所使用的这个四轮驱动的车款。好，我是张旭，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